别说江河北吧，是最饮水资源的心灵。要再平安，平安。今天是父亲节，请问你的账单爸爸为你付清了吗？请问现在你的账单呢，还在等着爸爸为你付清吗？这个时代多少人已经长大了，但是只有肉体的长大，他的心灵都还没有长大。爸爸妈妈已经好辛苦养育你到了25岁、35岁，身体各方面都已经健壮，成为长大成人了，但是他的心里还没有独立，还不得的罪靠爸主靠爸母。各位，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真的希望孩子们赶快长大，有一日会当亲像细汉的时你所讲，我细汉的时，爸爸亲像大山是我的外壳，爸爸是我心内的英雄。有啥物物件，有啥物困难，只要爸爸拿出来，所有的拢解决。希望目前为止，不管你的爸爸他不管他现在的生命状况怎么样，你还是最体贴父亲的那一位。很多时候我们对身边的人给我们一点恩惠，我们很感激，但是今天时候我们头倒回来，常常对爸爸一句话做了说了不好，这项事情做得不好，然后我们跟他就没完没了的心理冲突。是不是每一次的连结我都能够提醒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让许多的不愉快赶快过去，因为我们已经长大成人。那今天就当你这个家聚集，不然大家打从心里说，亲爱的爸爸，今天父亲节快乐，愿你平安。我们已经长大了，希望辛苦的爸爸你也当慢慢慢慢卸下，卸下你的重担，让我们来吧。很多人都在说信基督教是不好的宗教，有知道吗？早前在中国的时代，他们这样说，在大清帝国福音进来，当然更早就有，但是中国已经被标定大清帝国，他的不是清朝，它是一个帝国，大清帝国。福音进来到在他们中国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有一个人信了耶稣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之后，我们就少了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信基督教了后，全世无人靠，世无人拜，所以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你哪里懂？是吗？南宫收也华人，华人很注重孝道，是吗？什么叫做孝道？我们常常说华人是最饮水思源的民族，是吗？应该是的话，那么我们要好好从现在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说饮水思源。OK， 饮水思源被导向另一条路去，就是死爱有人拜，死爱有人靠。祖先死了，有人祭拜，没有祭没有拜就是不孝，所以孝顺传变作跟祭拜变作一个连线等号。基督徒，我们没在坐，我们没在拜，我们没在靠，我们就说给人说我们是不好不好的宗教。 OK， 好，这样就如果这样祭拜
先人走了，要祭拜他，就变成祖先崇拜就出来了，祖先就变成我们的神明。所以人死了，听你拢爱有一个什么？神主牌啊，神主牌啊，神主牌啊，就是拢在咧拜祖先。所以祖先崇拜变成一个真要紧的汉人的宗教。OK， 然后因为爱饮水思源，所以咱就搁创造真多的神明出来。即个叫做拜祖先，中央是面顶，你知影拜什么无？太阳跟月亮，因为太阳，我们的生命需要阳光，没有阳光我们就死了，没有阳光我收回草为花，蔬菜为花，水果不能出来，所以太阳跟月亮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金子然后就形成拜太阳拜月亮，因为那也是生命的源头。这样面有一粒真红的石头，你知道那个拜什么吗？九头公，因为石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也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要建造房子，那么创想九头就要建造九头，就变成九头公。这个下卡这边这个家，那是什么神？你敢知道？啊？不是啦，这边，左边呐、啊，列左边呐、啊。那树啊，大丛的树啊，只要他做个法术了后，用一个红布甲盖下讲，那也是树神啊。因为树啊，伫人民的生活里面，树啊要紧啊，不要紧，很重要。OK， 你知道第二排中这些拜什么无？玄天上帝是什么上帝？知道吗？玄天上帝，你捌听到这个玄天上帝的神明无？玄天上帝就是北极星啊。北极星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出门在外那时候没有方位，没有什么定方位，北极星就是航海者的定位的方向，所以北极星很重要，所以要饮水思源，它在导引我们的人生，所以北极星就变成一个神。这边这个家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厨房那个灶神，为什么灶？点点点灶，厨房在煮饭的那个灶火也变成神，因为我们吃饭要靠它。各位 ，OK， 灶神什么时候拜的？你知道吗？每年的初四。初四就是灶神的生日啊！你不知道怎么拜，那你有达人教你怎么拜。我告诉你，就在这样一个饮水思源的宗教的民族，他们就形成许多的神明，形成许多的宗教信仰。你知道那个阿里山有一棵神木吧？后来那一个神木倒了，你知道吧？你还记得吗？你知道那一棵神木倒了去了后，中华嘛家己管政府，无人敢去甲撤掉，你知无？家己管政府，通过所有人拜托有人，看有人敢来甲这个所谓神木1998年倒了去，甲规个路砍掉嘞。拜托有人来把这一棵树拿掉，竟然没有人敢去。我在温哥华当牧师，我从那里打电话回到这嘉义的教会，赶快基督徒啊，赶快有人起来啊！今天在这档情况下，必给你不会花这钱无？民间这宗教的人，他们不敢动那一棵树，因为那一棵树是什么树？神木，触犯不得。基督徒，这不是我们做见证最重要的时刻吗？为什么管教那么弟弟呢？唔知个委托人个铁骑叫人去折波人家走。所以我讲了，基督徒，请你对整个社会要有敏感度。
那个下面这个这一位拿着火把的这位纽约马哈顿去看过这个的请举手一下。OK， 有一些人去看过，你有机会去看看。航海从欧洲过来，看到这一尊，就知道美国到了，你自由了。OK， 不管别人怎么称呼他，有福教会今天做礼拜的人，我要告诉你，你绝对不能称他是自由女神。西方人称呼他是 Statue of Liberty。 Statue of Liberty 是什么意思？自由雕像。他们是 Statue of Liberty， 代表自由的一个象征的雕像，竟然在华人这么饮水思源的种族里面，我们都把它变成神了。一棵树，各位，我亲爱兄弟姐妹，后摆不管你去倒位，讲要去看哪，要去看神木，神木，你无论如何，你做，你若是基督徒，你袂使跟人讲神木，那里有神吗？大樟树啊，就是大樟树啊，知无？大樟树啊，就是大樟树啊，大樟树啊，叫做巨木。不是神木，那个 Statue of Liberty 那是自由雕像，不是自由女神。你那个那你说华人什么时候什么东西那个挂上一个神字，一个很漂亮的小姐，我们就称她什么女神。那个什么，这个两个早点就是什么，她是不是女神？所以她是很漂亮的女神，是金嘴郎仰慕的女神。但是金嘴年轻人仰慕的女神，她跟她的父亲是完全不讲话的。各位，我真欢喜你讲这基督徒，我真欢喜你的囝还搁伫教会。你甲你的囝若无伫教会，你甲你的家，你甲你的下一代，伫着互这个社会带来走，你都不知道，无形中你的整个家的概念、价值观都被带走了，你都不知道。因为咱那个饮水思源，我呀最饮水思源的信仰就是。在上帝里面的信仰，因为伫这个家伫咧甲你讲，你着友好你的师大人，因为你的师大人是生你的，你的父母亲生你养你，你要孝敬他。注意哦，教会无咧讲孝顺，孝顺是他们讲的，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也很糟糕，你不要他说什么，你都要顺着他。你真的要顺的是你造你生命的主，但是不管你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天道天道，你无听伊的话，但是你爱敬爱伊，你要敬爱他，不一定要顺服他。我一世人行到这，我爸爸的话我几乎拢无听，真的。我的爸爸的话，我几乎拢无听，因为伊爱我行的路，爱我做的代志，拢毋是我的人生。但是我的爸爸一世人上甘心的，就是我这个囝，因为我拢做真正对伊有利益的代志。因为有一个小朋友，他们的画图，一个六岁的小朋友在画图，老师走过去，你在画什么？我在画神。那个老师说。这世间无人知影神是什么款啊，没有人知道神是什么，长得怎么样啊？那个六岁的小朋友说：“再过几分钟，他们就知道了。”
我要不要讲笑话？那小朋友他们还问老师说：“你在画什么？”我在画神啊。然后老师说：“没有人知道神长得怎么样啊。”小朋友的老师都，他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因为列位，我跟你讲是，这世间的神明长得什么样，都是雕刻家雕出来的，不是神真的样子，对不对？所有你看到外面的神明都是人雕刻出来的，就像那个小朋友，没有人知道神长得怎么样啊。小朋友说：“等一下，他们就知道了。”你神长得怎么样？是他自己，他很想清楚。各位，今仔日你入来到伫遮，真侪咱三个伫遮来敬拜上帝。你要知道，我们真的要饮水思源，但是我们那个饮水思源是要导向哪里去？你的父母亲生你养你，你一定要敬爱他。但是有一个比你父母亲更重要的源头。莫罗卡的希腊，你知道希腊是哲学家的开源地。他在那个希腊大臣雅典到处走的时候，就看到有人他们的庙会，他们的拜庙的各种神明都有，拜到有够多神明，总是遐也搁有一个，因搁起一个，还有一个用卫士之神。走了哪一个神明，他们没有拜到，所以他们弄一个牌子献给未知的上帝，我们拜不到的神明。保罗，你看保罗的传道，他这很大的技巧，他不敢反对，他怎么切下去。各位，你们今天在拜的这一位未知之神，我来告诉你啊，这个未知之神就是我们造天造地造你生命，我们所有的人来啊，咱对那个花中间下面那个黄色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预备，来，献给不认识的神。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位你们不认识却在敬拜着的神，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乃是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所建造的殿宇，也不需要人的任何供奉。因为他自己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了人类，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上帝，他自己把生命气息跟我们所需要的拢收赐予咱，因为真正咱的百的源头就是这，所以感谢上帝。哎，就各位介绍咱谈白字那个黄字的地方，预备，来。其实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相处无间，我们的生活、行、行动、存在都在他。又如你们当中某诗人说了，我们也是他的儿女。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幻想上帝的本性是可以用人的技巧。用金银或石头所雕制的偶像来比拟的，你看安禄清这额，你的生命有一个连结，就是你生命要连结到你的老爸老母，因为你的老爸老母敬你、生你、顾你，你的老爸老母原本会当活了比即卖继续轻松，若有你的时，因早就会当真快乐过日子啊。我说是不是？那那不见哦，那怎么那个？你们两个现在就可以 happy 过了。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就不能，因为我们要努力工作，那你先往上扒嘞。为了我们的儿女，做父母亲的，你的生活心态统统转变。所以各位，真的你要敬爱你的父母亲，趁着现在。拜拜的人，因是嘞拜那个死去的父母。基督徒，咱是咧孝敬活的父母，所以我们的孝是在生前，他们的孝是在死后。今天主要借着父亲节，等一下礼拜完了之后，可以的话跑过去给您背个浪子。您背是您背，不是我浪子，阿爸多谢你。
爸阿妈有一日会当互你较轻松的，因为真的要趁现在，但是阿你也无够，真正的生命的源头，你老爸你那功德的资料后，到你的祖先过后边，要一个创造他们的上帝。我们的源头是追溯到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里，对不对？就像像最近有一个新闻讲，一个小姐，一车一车的了后，怎么寄一包钱重的，啊怎么走的？啊人家说小姐小姐小姐的，你有一包，你有一包包裹没有拿？我不要，我不要了，怎么紧装的落去？那后来一个看一个讲，一包偌济钱你知影？190万，8000000。8000000，单单公车，拼了落去，那么送予伊，伊唔敢去提。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的妈妈死了，他一直精神状况不好。然后伊心内相信的心灵甲伊讲，恁妈妈死，恁家有一挂灾难，无平安，你爱去做回向。回向，恁知回向是啥物无？爱去布施，爱摕钱去给人用，爱摕钱去救济，爱摕钱去供养遐来师。啊！伊则伫边，可能精神伫精爱食精神的药啊，但是心内迄个一直催促他，他一定要赶快去做，那无他会灾难不离身。所以就去买牙齿出来，啊嘛唔知影要提互啥人，就按老当车着，讲安尼要互人，因为他要布施回向。由于注意一项。你心里所信的，它会影响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基督徒的有这款的行为吗？会不会？不会，因为基督徒没有那个概念。OK， 七月到了，鬼门关开了，你会不会怕鬼？会不会怕鬼？只要你心里有一些安全作用。请你紧的来洗礼信耶稣，然后上帝点在你的心内，你就袂惊鬼。有了上帝的同在，有了心里的亮光之后，这些鬼就会离开。你心里所信的，它会影响你一生。OK， 耶稣说：“来，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啊读一下。对，来，耶稣说。”我往我的弟兄那里去，我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父亲，去见我的上帝，也就是你们的上帝。今天在耶稣基督的引介之下，耶稣要介绍你一个人，对不起，不是一个人，耶稣要介绍你他的父亲，说要变成我们的父亲，他的上帝要变成我们的上帝。请问那一位父亲是谁？那位上帝是谁？天上的父亲。所以今天有人要洗礼，注意讲，今天从你洗礼了之后，你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笃定，我有一个地上的父亲，就像刚刚阮长老祷告说的，我有一个地上的父亲，但是我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他会爱你，他会陪伴你，他会跟随你的脚步，但是你也要住进他里面。耶稣把他的神介绍给我们，把他的上帝介绍给我们，把他的父亲介绍给我们，所以我们有了这一位神，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来，一位信仰上帝的人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一备，来，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这是你基督徒的本分，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立了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成为一个孝敬父母的人。
基督徒一定要好好回去疼爱你的父母亲，即使 OK， 哎，耶稣，你要成为基督徒，这里有一句话，耶稣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哎，来，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哪有那么对话？你得放下家己。长伫咧问到你的时，真侪人拢伫咧讲啊，某某人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为什么要洗礼之前，人的生命常常会改变？那不是讲山刷土伊想不可改吗？他也不随意以前人定定真容易改变伊。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耶稣说：“你若要做我的学生，你都爱。”放上你自己，把自我不断的舍弃，包括把你的脾气也舍弃，孤性定义要成做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脾气。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背。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在基督里，你有这个上帝了，你的信仰改变，你的生命观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才有一个新的人生在走。然后愿上帝赏赐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假如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信仰，欢迎你进入上帝的国度，也欢迎你等一下一起来受圣餐。上帝来记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真的我们谢谢你，你的爱引导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你的爱吸引一群人在今天，他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本性，他们愿意看自己无，看轻自己，怕自己到天堂，然后让他们能活出基督新生命的关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上帝新的形象，在我们的 新的未来的人生里头。谢谢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要祝福所有今天奉你的名要随礼每一位，上帝，我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